咱是伊的百姓，也是伊草场的羊，就用感谢入伊的门，用阿乐入伊的院，感谢伊，阿乐伊的名。这是咱三个的吟圣诗，圣诗161首的《上帝所赐活命》，请咱起立来吟。请坐，这是咱三个阿头来祈祷。主彼听堂，我来拜拜上帝，做完感谢你，感谢你的恩宠甲看顾，予阮三个组织有份伫所设立的中华基督教病院，遮三个来同工，三个来服侍。愿主来帮助阮，恩宠阮。愿你的光来光照阮，引出阮头前的路障，拢有主你的看顾甲保守。愿你引出阮伫头前所服侍的道路顶面，愿你的话来祝福阮。愿你话语来成做阮的帮助，愿圣经话语来成做阮一生的依靠。愿你来祝福伫阮每一个当工，伫阮每一个角落。落主的圣神，甲阮撒个地地。虽然有时阮的软弱，有时阮的软弱，有时阮的艰难处，有时阮的行伫偏错的道路顶面，但是主，你是阮的祝福，你是阮的依靠，你是阮一生的帮助。愿你祝福阮，伫阮伫服侍顶面，有主，你大大稳定，充满伫阮每一个同工顶面。让我们走在你信仰正直的道路上面来跑走头前给他们路障，愿主来祝福我来祈祷，奉主耶稣圣名来求，阿们。这是我们大家来看圣经，今所看的圣经就是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16-16到第17节，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16-17节。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上帝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而乐，今天的牧音之声啊，要带咱三个来敬拜。
咱今仔日真欢喜邀请啊，高祖华医师，高祖华医师伊是路加传道会执行委员，也是中华基督教好邻居爱心进信会的牧师的师母，也是 TCMA CCMM 的理事长。啊，今天高医师要跟我们分享的信息是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各位早安平安，很高兴再来到彰基跟大家分享神宝贵的话语。那我今天要讲的大纲呢，就是很多个 W。 那大家可以看到呢，就是第一个是为何要行善 Why， 谁向谁行善 Who to whom， 还有呢何时行善，再来是在哪里行善 When where，可以做什么善事呢 ？What， 还有如何行善哈？那这个是 How， 行善的结果。What then？ 那大家看到这里有很多个 W， 八个 W。我们先来讲，最重要是 Why， 因为呢，所有做事情都一定有个目的嘛。有很多人做了一件事情，他可能是好的目的，有可能是坏的目的，所以我们先。一定要先了解我们为什么行善 ，Why 是最重要的。那我们来看到了，在提多书圣经里面特别提到，他就是我们的基督耶稣，为我们舍了自己，要使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洁净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耶稣希望我们成为他的子民。然后后面这句绿色的就是热心为善，也说。主造我们成为他的子民，那么好的职分，一个那么好的身份，这个身份原来做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行善，而且呢不是普通行善哦，大家看是热心行善。好，那这个话语呢是 Mother Teresa， 就是我们的德兰修女她所讲的话，她说 I am a little pencil in the hand of a writing God who is sending a love letter to the world。他这个意思就是说，有一位很爱我们的上帝，他想把这个爱传送到地面上的所有人类。那德兰修女说，我只是他手中的一支笔而已，这个真正在写作的神透过我这支小笔把这个爱情的书写给人类。好，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到呢，原来我们的主他很希望我们得到他的帮助，得到他的爱，所以他透过一群属他的子民来做这件事，就是传神的爱，还有呢做行善的工作。所以我们就知道了，如果我们要行善，是因为这是我们的任务，也就是我们去热心行善。好，再来，为什么要行善呢？这里有另外一段圣经提醒我们，希伯来书十三章十六节说，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在做呢，会得我们的天父爸爸的高兴，就像我是妈妈，那如果我的孩子去做善事，其实我蛮开心的，我没有得到什么，可是呢我会开心。那其实我们的天父他就是希望我们去做善事，然后当我们做善事的时候呢，就好像送给他一个礼物，让他觉得非常的开心。好，所以这是神喜悦的哦，我们做这件事会得神的喜悦。那只要大家看到绿色，就是行善啊、施舍啊、捐书，我都用绿色。好，然后另外一段经文在腓利门书，这里说，愿你与所同有的信心显出功效，使人知道你们各样善事都是为基督所做的。所以呢，大家就知道了，如果问一个基督徒你为什么做在善事啊，那很可能他的回答说，我是为神做的，我是为基督耶稣做的。好，因为是出于甘心乐意，可能没有回馈没有回报，可是就是甘心乐意，因为我是为我所爱的神做的，神那么爱我，我很乐意。那这一点大家都了解，因为如果很爱一个人，你很乐意为他做事，如果你很爱你的孩子，你很乐意半夜起来喂奶换尿布，你都愿意。我们很爱我们的病人，随时他 call 我有困难我都愿意，因为是爱。所以我们其实当我们爱神，我们了解神爱我们，我们也知道目标就是要行善，我们为了表达我们对神的爱，我们当然很乐意去做善事。
好，那我们再来进入第二个是 why， 那为什么要行善呢？好，应该说还是第一个，为什么要行善呢？那刚刚是说要行善，那是好的。那可是如果不行善，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你不行善还好，可是你知道要行善，你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我看到有一个人在那边跌倒，我就不扶他，我也不去照顾他。那我看到有人濒临死亡，我也不去急救。我看到有人很穷苦，没有饭吃，我再把剩余的菜丢到垃圾桶。我知道要做，可是我不做，这就是罪了。那在圣经里面呢，什么是罪呢？就是没有达到红心，我们在射箭的时候，你没有达到那个目标，那就是罪。所以呢，神给我们的定义就是我们要去行善。我也知道了，可是我就是不做，而且还故意不做，看不到，那就是得不到神的喜悦，达不到红心，所以这个叫罪。所以大家不要以为不行善没关系啊，我很有钱，我没行善没关系，其实神知道哦。所以神希望我们每个他的子民都能够行善。好，接下来是第二个 W， 还有第三个，一个是 who， 一个是 whom。 who 呢就是谁行善呢？我们来看这段经文会告诉我们两个答案。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辞，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所以谁要行善呢？就是你，就是我。哪一些人需要呢？就是手有行善的力量。我们的主并没有要我们没有力量的时候去行善，当你手还有行善的力量，你就去行善，这是神喜悦的，不可推辞。那像哪一个人行善呢？就是应得的人施行。所以如果说呢，你现在手上有一点钱，你希望捐给穷人，那你不会去捐给有钱人呢，对不对？因为他不需要。所以我们给的对象呢，这个 home 呢，就是有需要应该得到的人。好，那我来做一个见证呢，就是很多年前我在台大医院工作的时候呢，台大医院的捷运站门口呢，其实很多捷运站门口都有，有一位坐着轮椅的残障人士，他每次都会在那边卖100块的东西。那我常经过，那我就常帮他买，因为我认为做行善是对的。可是呢，买到有一天呢，我就觉得再买家里好像东西太多了，我也没有用它买，我买的东西也没有用，有时候会送给别人。所以有一次呢，我要从228公园走到台大医院的时候呢，我就经过捷运站，我就故意哦，我就故意绕路，因为我知道我再往前走了，我就会看到他。只是我已经看到他，远远看到他。可是我想，我今天不要跟他买，家里太多东西了，不是我没有钱。我就兜路，我就咚咚咚咚咚走走走走到那边，想说往就是再往前走，就是台大医院。结果当我走到这边的时候呢，我们的圣灵跟我说：“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很清晰的，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因为我从小信主，所以我也会背，因为后面就是不可推辞，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那我就乖乖的蹦蹦蹦蹦蹦蹦又走回去，就跟他买东西，然后我再走。那一天之后，我就跟神说，我答应你，只要我手还有行善的力量，我就不推辞，我就做。所以从此之后呢，只要看到有需要的人呢在路边卖东西，或他坐在那边，我就会给他钱或帮他买东西。因为我觉得这个是神喜悦，而且他还提醒我，我有一次不做哦，这个是罪。然后神就提醒我，我就赶快悔改，跟主道歉，然后我就赶快立志我要做这件事。那有一次呢，就是我去木栅动物园附近看到有一个人在那边，我呢因为赶时间，我就走走走走到前面，想不行，这是罪，这是 不喜悦的，神不喜，我就跑回去。那我就不希望跟我同行的人知道，我就请他们先走，我就跑回头，然后就跟他买东西。那所以我们呢看到主会提醒我们，我们的主很爱我们，他会说：“嘿，你忘了做耶。”好，我的女儿就问了：“哎，我们要给钱那个乞丐，可是我怎么知道他是真乞丐还是假乞丐啊？因为假乞丐也蛮多的，那他赚的可能比我还多耶。”那我就跟他说：“如果你掉了钱在地上，
你不见了，你可以容忍你掉了多少钱，你不会哭呢？他说10块钱，你叫我女儿小嘛，当然没什么钱。他就说10块钱不会哭，5块钱也不会，那20块可能一点点不开心，不过就是还不会哭。那我说你不哭的钱你就可以给他了。我说如果10块钱你丢了你不会哭，假设你给了这个人是他是假的，你给他10块，就算你丢了钱，那你就不会不开心。我说那你就给他10块。所以后来我女儿就知道了，只要她看到需要的人或她不确定真的是假，她还是给一个她认为她不会难过的量，因为总不能错失掉一个真正的乞丐。 好，再来了，我们看呢，这里呢就是另外一段经文呢，他说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从这段经文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是，神对某一些人是特别眷爱的，也就是没有人可以帮他的。尤其在圣经时代，大家可以看到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这个是神如果没有人出手帮他，神一定会直接帮助的人。好，所以我们对于孤儿寡妇要特别的怜悯，要特别的帮助他们，尤其是在患难中的没有得帮助的。好，那我们来看另外一个 W， 就是 When， 何时行善呢？这里加拉太书告诉我们，我们行善不可丧志。你什么时候会丧志呢？就是你做了好多次了都没有成果，你就会丧志。所以这个经文告诉我们不要灰心，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也就是说你做善事不要做一次，你要持续的做，或许他没有反应，可是你不要灰心，你要做。好，那这个经文到后面就用，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像信徒的一家更当这样。所以是有了机会，只要有机会就抓住这个机会去行善。好，那我这里也分享一个见证。那在很多年前的时候呢，大概是2014年左右了，我的老师呢，应该是2013年，他就有跟我讲要开始照顾这些病友，因为我是专攻多囊肾，我是肾脏科医生，他就希望我能够照顾多囊肾的病人。那当年呢，没有很多人照顾多囊肾病人，每个医生的手上可能都有几个多囊肾的病人，可是因为没有药，所以也不知道怎么照顾，就是就像一般肾脏病的来照顾就可以了。可是呢，我的老师谢丰周教授他就跟我说，你要去照顾多囊肾的病人。所以呢，我就乖乖的，其实我从2012年就有帮多囊肾的病人讲课，后来2013年他说你要成立研究团队，然后跟着了他就跟我说你要成立病友会。那我想说成立病友会，好，那我就成立病友会，就发起人，帮病友发起了之后呢应该就 OK 了。结果呢，我们内定的这个理事长呢就跟我说，高医生，我跟你说我身体不好，所以我虽然是内定的理事长，可是我大概没有办法，我也没有人员，我也没有钱，那我没有人脉，那可不可以请你来当理事长？那我心想我只是发起人呢，那我其实没有很乐意。那他跟我再讲了一次之后，我就说好吧，那我来当理事长。那我就有点不准，你知道吗？那他在洗身室跟我讲，在3楼，那我办公室在4楼，我就走楼梯的路上，我其实是觉得啊，我怎么又答应一件事了，因为我自己超忙的，我怎么又来答应一件事。那我回到办公室打开电脑，结果收到的第一封信，它是个金句，有人传一封信给我，那它的金句就是这个，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有了机会，我说这不是就是机会吗？你有一个机会服务人民，你有机会服务众人，所以我就说好，那我就不再觉得不准，我就说好，那我就去行善。这个就是呢，后来成立了这个中华民国多囊肾肾友协会，后来还成立法人。那这是我，大家可以看到，当时我还在台大医院，
那我做了六年的理事长，跟着了就现在是荣誉理事长，因为第七年要换我的，我就要了学弟来做这件善事。好，那所以这么多年，那六年当然我要花钱嘛，因为没有钱，那我要花时间。那这就是神给我一个恩惠，因为我很忙，我当医生也很忙，我也常在帮病人，所以看起来也在做善事。我每年也带学生去做义诊，也都在做善事。可是我没有想到主觉得不够，因为我手还有行善的力量，所以主还是要我就是去做这件事，我就甘心乐意去做了。那到现在我回头看，我就很感恩，就是虽然当时我觉得很辛苦，可是呢现在是感恩的。所以我觉得神也给我们机会去行善，可是不会让我们觉得很难过，他会帮助我们。所以现在很多病友就去找我，他就或他 line 给我，那就是问我很多问题，那我也是免费的咨询，等于说他问我就回答他，帮助他们。那因为我手还有行善的力量，我今天还可以。好， where 在哪里行善呢？在这个地方呢，这个答案就是任何地方都要行善。如果你在电梯里面有人连那个按电梯都不知道哪一层楼，有时候呢你可能就没有帮他按，有时候呢老人家进电梯你可能就没有帮他按着，让他没有那个门不会夹到他，你就算小小一个动作，你只是把门压着不要让它被夹到，这个上帝都纪念，因为你的手还有行善的力量。好，所以呢其实任何地方都可以行善哦。在家里当然要行善啊，有人只做外面的行善，家里呢没有照顾好，然后家里的人缺钱，他说我才不借给你对，就是我们没有行善在家里。好，哇还要我扫地，那你就想行善啊，我现在在做善事把家里弄得干净，也是一种 kind work good deeds， 那我们何乐而不为，就去做一个善事，从家里开始我们才相信你真的在行善。那所以呢从家里，然后教会里像信主的一家更当如此，家只要是教会的弟兄姐妹有困难也是应该要去帮助他，社区里最近了，跟着了就是职场也是很近，还有呢偏远地区，在后面国外，连传福音主都叫我们从我们本来的比如说耶路撒冷，然后到犹太全地，再大一点撒玛利亚，然后在世界地极。所以我们做善事从我能够接触的人开始，你隔壁的可能是你办公室的同仁，或前一班的跟你交班的护理师或其他之类的，如果他很累，你给他一个安慰的话，拿一杯凉水给他喝，你总是手有能力的时候做一件善良的事，一个美好的事，做一件善事，那是我们做得到的。所以 anywhere 我们都可以做这个事，所以 where 哪里 anywhere。 那我们可以做什么善事呢？我们来看圣经这个提摩太前书五章十节，又有行善的名声，这里是讲一些真寡妇，真的是好的寡妇。我们怎么分辨假的还是真的寡妇啊？因为当年教会要帮助这些寡妇，患难中的寡妇，他们要分辨，因为有假寡妇，有喜爱宴乐，根本花钱，根本不是真的需要生活上的困难的寡妇，这种是假寡妇。那真寡妇一定要帮她，那我们怎么分辨呢？哦，真寡妇呢就是有行善的名声，大家都知道她有在行善，就是她是真的。然后她会养育她的儿女，接待远人，所以你接待远人也是在做善良的事哦。还有洗圣徒的脚，对圣徒好，对牧师好，也是很重要哦。然后救济遭难的人，有人遭难你愿意帮他，因为我们现在看新闻常常都会看到遭难的人，那我们可能就无感了，因为每天都这样子，我们会不会变成一个无感的人呢？还是我们会看到广告上面说三木基金会照顾孤儿，或世界展明会，你看到他们展望会他们在照顾非洲的儿童，你会无感吗？还是你会说哎，我今年要不要留一点钱，我们要捐给哪一个单位？所以这个呢就是救济遭难的人，还有竭力行各样善事。前面提到热心，很热心做善事，
然后另外一个是竭力的尽你的力，也就是说你已经很累了啊，我又没有钱了，可是你还是尽你的力去做，这个态度是很重要的哦。那大家可以看到做什么善事啊，各样善事，如果不确定是什么，至少上面有告诉我们这些都算是善事哦，各样的善事。那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就有提到，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原来行善要预备好，你要预备随时都可以行善，而且是 what 什么善事，各样的善事，不用选，是善事就去做。 好，那跟着另外一个 W 呢，就是 how 如何行善呢？那圣经都是神所默示，这个经文里面大家看到如何行善呢？我第一个就选圣经。当你有神的话做你的后盾的时候，你就有力量去行善。像我刚刚讲的见证，只是神提醒我，圣灵提醒我，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那就是神的话，神的话给我一个劝勉，我就能够去行善了。所以大家看到圣经是使人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所以当神什么时候会挑战你去善事，其中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你对他的话语很熟悉，他会直接用神的话语自己跟你讲话，神会用圣灵的声音提醒我们他的话语，而且会教导我们怎么去行善。所以当你是一个熟读圣经，或你把圣经当作你的生活一个很重要的指南，那其实你就会知道怎么做，因为圣经充满了善事，就是你就会看到耶稣也做好多善事，没有收钱哦。哦，耶稣做非常多的拯救灵魂、帮助人的、医治疾病、赶鬼的事，都没有收钱呢。然后耶稣行善，那我们看到，其实当我们读圣经，我们可以变得更好、更完全。然后要做什么？预备行善，也就是当初我说耶稣救我们脱离罪，特做他的子民，后面是热心行善。我们今天作为神的子民，我们有没有热心行善呢？在加拉太书有说，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要靠圣灵行事。所以如果我是一个信主的基督徒，我靠圣灵生，我应该就会听到圣灵的声音指引我去做什么善事。因为呢，靠圣灵行事是所有的事哦，所以善事主也会指引我们去做。好，这个号如何行善呢？马太福音有提醒，这个是耶稣基督自己说的，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你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面前吹号，吹好喇叭，大家都转头过来的时候呢，你再做善事，要故意给人家看到。这个呢，在你做的人就是假冒为善，也是为善呢，不过假冒、为善的人有真行善，也有假冒为善的人、他在会堂跟街道上所行，故意，然后他是要得人的荣耀。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事，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我在想，我很多善事我也不给我老公知道，因为我在想左手右手这么亲密都不能知道，所以我有时候也没有跟他说，就坐在暗中让神来做事。好，如何行善里面呢，我还找到一个经文，就是我若将所有的咒计从人，算是大善行家哦，非常大的行善者，又舍身叫人焚烧为人家死，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也就是说神在看善事的时候，其实神很在意一件事里面有没有爱，你是为了给得人的荣耀，还是你真的因为爱神爱人做这件善事。当你是为爱神爱人做的善事会被纪念的，因为主知道你的心是出于爱。所以呢，到有一天神在天国的时候问我们的时候，其实他不会问你有几张文凭啊，你有没有当过院长、副院长、主管呢、他只会问我们你爱不爱我，因为他就这样问彼得，问了三次你爱不爱我。主很在意爱，他很喜欢爱我们，然后呢，我们是他的宝贝，他很爱我们，他喜欢我们爱他，
他很喜欢天人合一美好的关系，所以呢，神很在意有没有爱在里面呢？哦，那希伯来书也有提醒我们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有时候我们会忘记要行善，互相激发爱心，因为要有爱心再去行善哦，要有爱心后面再行善哦，要不然这个行善可能漏掉爱心，只是一个例行公事，不会得到神的很开心。好，一个例子就是呢，最近辅大院门口要有一个捐血车，然后神父在我们的群组里面就说要来捐血哦，救护团捐血。好，这也是热心行善，还劝勉别人哦，勉励大家一起捐血哦。所以呢，本来我想说我捐了大家没办法上班，可是我就决定好勉励行善，一起捐血。那行善的结果是什么呢？ What then 会发生什么事呢？有施善的增添，好施舍的得丰裕，滋润人的得滋润，眼目慈善的必蒙福，因为他将食物分给穷人。你做这些善良的事，你就会蒙福，你会滋润，你会得丰裕。有一天有一个人呢，就送了很多年前送了一盒海苔给我，那说可以给孩子吃。可是我那时候拿到的时候，我在教会里面，我看到一个没有爸爸的孩子看着我，也看着那盒海苔，我就决定把海苔给这个孩子。虽然我知道我两个孩子也超爱海苔的，可是我决定做这个善行，就是照顾孤儿嘛。那我就把海苔给他，他很开心。我没有想到第二天有另外一个弟兄姐妹送了我两盒海苔。后来我这么多年的经历就是，我们去做善事，神不亏待我们，我们不是为了这个得好要得到，乃是因为神看到我们分享，他疼我们，再加倍的给我们，就像箴言所说的，好，必得滋润，必增添。好， what then 会发生什么事呢？耶稣说，你施舍的事如果行在暗中，不要担心没看到哦，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甚至是明处报答你。那这里有一个小小的故事，就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圣经说他是个敬虔的人，而且非常常常很乐意去救济穷人。他这个善行，圣经里面说他的祷告跟他的善行救济穷人这件事达到上帝那边，上帝派彼得去救他，彼得去告诉他要信耶稣，把真理救恩告诉他。所以当我们行善，我们敬畏天，我们行善，上帝会工作派人去帮你哦，我真的很感动。好，最后一章一定要很注意的是十分重要，就是以弗所书所告诉我们的，得救是因为恩典，神的恩典，我得救不是因为我是多厉害的人，是因为我有信心，不是出于我的善行哦，是神赐的。我今天得救蒙恩成为基督徒，不是因为我善行，我们都是神的工作，今天我所做的任何工作都是神的工作，在基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所以我们要行善，那是神的工作，透过我们这支笔去写一封爱的情书给所有人，然后我们要行善，那是神预备我们要行的。那好了，最后再介绍一下小广告。2022年全国医疗传道联合退休会，那我今年是 TCMA 的理事长，我们之前林哲医师也是 TCMA 的理事长，他教我很多。那今年呢会在台东，那欢迎大家报名参加，那大家可以上 TCMA 的网站或这个 QR code 就可以报名。那希望呢神保守，今年有非常好的疫情控制，让我们十月的时候可以在台东见面。好，我今天讲到这边，愿上帝赐福给大家。好，那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你是爱的神，你很乐意透过我们去帮助很多的人，因为你爱每一个人，所以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有这个这么好的优势，我们能够在教会医院工作，
因为我们是你的工作，所以求主给我们这个优势，我们能够手有行善的力量，求你帮助我们去帮助所有有需要的人，你把这些人带到张基，让这些人可以得到你的爱，得到你的帮助，我们为你的爱献上我们的感恩。就我们当中如果有员工他是没有接受你的救恩，求主特别给他们恩惠，让他们知道你的美好，而且得到你的恩惠，得到你的帮助，也成为一个行善的人。主，愿我们所做的一切不为自己，乃为基督，乃为神，愿你悦纳喜悦。我们同心祷告，靠耶稣宝贝的名，阿们。谢谢大家。在颁奖，我们请体系人力资源处。那接下来我们要颁发2021年绩效评核的一个杰出员工的一个表扬哈。好，那我们知道呢，我们所有的杰出员工的部分的话，它的产生其实在我们的绩效评核。那今天刚好也有新进的员工哈，所以也跟新进员工刚好介绍一下。我们每年都会有员工的一个绩效评核，那员工的绩效评核其实会分成五等哈。那要得到这个杰出员工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他只有在部门里面顶尖的5%才能够得到这样子的一个荣誉。那我们在杰出员工的一个部分的话，其实我们也做了很多的一个奖励哦，例如我们会给荣誉奖，而且如果说你的绩效评核是达到杰出的话，我们每年的一个调薪的一个方案的部分的话，它会职务加级，可以调到2级哈。那如果达到上限的，我们还会给予一次的奖励。那今天主要要颁发的一个部分的话，是针对我们从2007年开始，我们有一个累计的一个杰出员工。那累计的一个杰出员工的部分的话，我们分成它有从2007年开始到现在，我们有4年的一个时间，有累计3次的杰出员工，累计5次跟累计10次哈。那我们累计3次的一个杰出的一个部分的话，在我们院方给了一个奖励的部分，除了荣誉假2天，我们还会有奖状乙章哈，还有同职徽章跟奖励金3000，还有一个我们一个健管中心的一个保健专案，就是去做一个员工的一个比较高阶的一个体检。那在5次的一个部分的话，有荣誉假3天，奖状乙职银职徽章哈。还有奖励金8000跟一样有一个保健专案1次。那累计10次的一个部分的话，是荣誉假4天，奖状1次，金职徽章1枚，还有奖励金15000元跟高阶健检专案1次。好，那在我们今天我们有累计3次的一个杰出员工的部分的话，总共有20名哈。那分别是放总护理组林锦棉护理师，52病房苏丽婷专科护理师，病理部谢梦纯病理技术师，儿童药局廖淑珍药师，复健物理治疗组简佩君物理治疗师，转介服务中心苏慧勋事务员，资讯部龚建中资讯分析师，急诊护理单位许正少护理师，急诊护理单位王正芳助理员，眼科门诊单位侯资任护理师，内视镜是张丽玲生理检查技术师，第二内科加护病房陈穗米护理师，恢复室陈家华护理师，第二外科加护病房方伟婷护理师，93病房陈淑娟专科护理师，腹膜透析室林秀英护理师，健康管理中心陈医院助理员，社会工作部柯美英事务员，医疗事务管理部柯雅凤管理师，跟物流中心李伟珍物流技术员哈。那因为人员有工作的一个关系哈，然后还有刚好遇到最近有人确诊跟居隔哈，所以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有7位员工哈，他们是累计达到3次的一个员工。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
有请那个单位的主管去写出说，哎，这个员工他为什么会得到这样子的一个杰出的一个表现，而且是累积了那么多次，其实可以让大家共同来学习。那首先今天会来到现场的放总护理组的林景棉护理师，其实他的表现出来行为就是待人非常亲切诚恳，愿意跟单位跟同仁去分享自己的经验，让大家学习他。然后再来的话，五二病房苏丽婷专科护理师一样，他就是在工作上非常恪尽职守，而且会指导临床的专业人员跟有一些相关经验的传承。那第三位是病理技术部的谢孟纯病理技术师，他在工作表现上非常能够自我提升跟改善他的工作效率，而且非常乐意的帮助别人，是一个善解人意的一个好同工。第四位儿童药局的廖淑珍药师，他在照护上是主动积极，而且非常具有一些品质的一个观念，作业流程也常常会提出一些改善的建议，那给予员工很适当的一个适时的一个关怀。第五位的一个部分是复健物理治疗组简佩君物理治疗师，那其实他在面谈的时候，单位主管就给他一个很大的一个评价，那这几年下来他非常温和有礼，那认真积极的一个付出，尽责不放弃，当责不懈怠，所以也是同工共同学习的一个好榜样。那第六位转介服务中心的苏慧勋事务员，他能够主动积极分享他工作上面的一个心得，然后而且他不只是让自己成长，他还能够带领同侪共同去成长，而且他最后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他其实他经历了不同的主管去做他考核，可是他每一次都是维持高水准的品质，就是说他的表现其实是大家有目共睹的。那第七位是资讯部的龚建中资讯分析师，那单位对他的评价是他是一个优秀的一个专业技术跟恪尽职责的有一个工作的一个好的态度，而且最重要是他为人非常谦和，而且非常不吝啬的去指导单位的同仁一起成长，让各项的评分都能够得到一个肯定。那以上我们请唱名到前面的七位的我们有出席的累计三次杰出人员，我们到台前来。
这个很感谢哈，拄啊好这七个我拄啊拢熟悉，有诶拢是十几档啊哈，我是很感动，特别在今年的这个 COVID-19 pandemic， 大家真的做得相当好，包括蔡总统都来鼓励啊，很感谢大家。所以我在想，这个钱当然是小心翼翼了哈，但是今年要特别感谢，所以我们三千的就加三千哈，第二个八千的就加八千，啊，再来一万五的就加一万，好不好？好，我们财务还负担得住。哦，这个来感谢大家哈，谢谢。那我们恭喜以上累积三次的一个杰出员工哦，然后也非常谢谢院长的加码。好，那接下来是我们累计五次的一个杰出的员工的一个部分的话，总共这一次有三位哦，一个是院牧部的翁春柱关怀师，第二位是五二病房谢慧雅护理师，第三位是放射县技术部的陈美智医师放射师。那同样因为工作的关系哦，所以今天来到现场的是我们的翁春柱关怀师。那单位的部分，我写了一个很像心思的一个部分哦，现代心思哦。他说，我们的注解奉献最好的青春在彰基哈，而且他非常认同彰基文化是我们彰基院牧部一部活的历史参考书哦。因为我们的注解他今年在彰基的年资49年，好，明年即将迈入50年哦，就是工作年资哦，而且他非常的热情。对任何活动都主动参与，能够影响他人，对工作人能够尊重团队的意见，然后给予团队决定支持，然后善尽个人的职责。那最主要是他在病房中里面的一些回馈，也都是病人给他的感受都是非常贴心的一位的一个关怀师，然后而且非常乐意跟晚辈分享他的工作不尝试，乐意分享一切哦，真的是很值得我们所有的人学习的一个表现。那我们请那个我们翁春柱关怀师春柱姐到台前来。那我们恭请我们的林副院长来帮我们颁奖。的一个时刻，有杰出十次的吗？各位新进的同仁应该会觉得，我才刚进来医院，杰出十次好像距离有点遥远。没关系，我们学习他们的好榜样，一定会达到哈。这次有杰出十次的哈，好，门诊治疗室单位苏文巧助理员哈，好，那他工作年资其实他只有21年，没有像春柱姐那么多，不过他的工作非常的主动、认真、负责，有服务的热忱、向心力很强，而且他常常能够提出建设性的一个意见哈，是单位主管非常优秀的一个得力助手。好，我们请苏文巧助理员到台前来。我们最后恭请我们院长来帮我们颁奖。
今天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虽然说我们家人前来现场的很少，不过当然非常重要的就是，其实各位有各位在这边的优秀一个表现，当然就是一定有家人的一个支持，才能够达到我们在这边能够无怨无悔的一个付出哈。所以今天有前来的一些家人的部分的话，院方也会致赠一个薄礼。最后，一样，愿上帝赐福你跟我，让我们的努力能够让彰基能够更美好。谢谢大家。我们请第二个颁奖单位创新历程研发中心。哎，大家好，那接下来我们有两个奖项要颁发。第一个奖项呢是这个，我们有同工去参加这个巴黎的国际化名展，然后拿得到这个金牌。那这是在今年的4月28号到5月9号在法国巴黎举办。那疫情的关系，我们人没办法过去参加。那有代表团就，我把我们的这个海报，还有我们的这个简报，把它拿去那边参展。那得奖的团队是林伯德、吴伯敏跟廖秋香，是不是请我们这三位优秀的同工出来，然后请这个陈院长来帮我们颁发这一个金牌奖。那刘医疗长是不是可以上来跟我们这边再合拍一下？因为后面的推手就是我们刘医疗长。好，谢谢。刘医疗长之前又参加过，但是他拿得到的是铜牌，铜牌。那这一次他因为看到这一个。刚刚讲，林伯德，他做了这个发明，不管是在我们国内，这个叫做医疗品质的这个竞赛得名，而且又是医疗品质的这个什么金靖奖又得名，所以在国内已经相当历练成功就对了，所以特别推派他去参加这个法国的这个发明比赛。那后续如果各位同工有兴趣的话，我们创新育成研发中心会陆陆续续的在国内的一些参展或者参赛，像七月底我们这边也有请这个研发部张顺平一起参加这个国内的叫做在台北亚洲的生技展在那边会展出。那到了十月还有这个我们国际的这个制裁局他举办的这个智慧财产的一些发明的竞赛所以这些国内的参加完你才有机会去参加国外的。那接下来是我们要颁发在今年上半年为止有拿到我们这个中华民国新型的专利，总共有拿到5项专利。那发明人分别是刘生勇刘医疗长轮椅自动回收 消毒机，那第二个也是刘生勇刘医疗长聚胃酸胃酸感应的鼻胃管。那第三位是李聪介是经皮穴位的电刺激手套。那第四个这个创作的专利是由玉莲林伯德陈静怡张倩蜜是记忆力测量的专制。第五位是这个古天雄古医师的截面肌可调整式尿液与输液的流量装置。那我们
是不是就请这个发明人啊逐一上台啊，然后也是请这个陈院长来帮我们颁发我们院内给这些拿到专利的这些同工的一些奖励。那第一、第二位就是刘生友刘校长。那第一位是李聪介李医师。好，第四项请出列。好，刘玉莲。哎，最后一项，古天雄古医师。好，我们再拍一个大合照哦。希望我们在下半年还有更多的这一个发明专利。那在这里也跟各位预告，就是在我们创新育成研发中心在7月26号会举办一个专利申请的工作坊，也就是最主要对于这个研发创新有兴趣的同工，你有这些研发之后怎么样的用专利来保护你。那这里回馈像刚刚高医师所讲的，其实这也是行善的一个方向，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参与。以上报告。感谢神，感谢上帝，让我们有很优秀的同工，然后也有创新。那我们当然也要来打造我们医院优秀的团队。那接下来由策略规划推动工作小组来进行2022年度策略规划事业团队的竞赛颁奖。这个比赛目前是每2年一次，我们会针对总院以及分院各个重要的单位，鼓励他们落实在策略规划的落实、执行以及改善。那透过比赛的方式，也可以互相交流观摩，未来也可以代表医院对外发表。那比赛总共有分第一阶段书面审查，以及第二阶段成果发表会。那天也感谢院长室的很多长官来出席，担任我们的评审委员。这个活动已经顺利在6月7号办理完成。那今年总共有10个团队报名参加，那因为疫情的关系，也有办理视讯同步发表。那接下来我们来颁发佳作，佳作总共有3名，分别是陆基的癌症团队，受奖代表是肿瘤中心的黄嘉玲组长，请出列。那另外是陆基的护理之家团队，他们的策略主题是满足住民一条龙服务，打造多元行销，结合社会团体资源整合，受奖代表是洪文林护理长。那另外一个佳作是南基的安养中心合作照护团队，他们的主题是稳固现有合作机构，深化机构住民医疗照护服务，与机构共好共赢，受奖代表是南基的刘秀芝护理长。那这个奖项我们请策略规划推动工作小组的主席陈富满处长来为我们颁奖。谢谢。接下来我们颁发前3名，第三名同时也有荣获品质手法应用奖。第三名得奖的是我们二期慢性医学肾脏事业团队，那策略主题是优化慢性肾脏医学照护品质。那今天的受奖代表是二期的许智仁处长。
那第二名是陆基的复健科团队，他们的策略主题是扩大复健科照护能量，同时强化儿童及妇女的复健流程。受奖代表是复健技术科的黄木生主任。那第一名即同时也荣获品质手法应用奖，得奖的团队是陆基的内分泌新陈代谢科团队，他们的策略主题是打造慢病照护新思维模式。受奖代表是内分泌新陈代谢科郭丽媛医师。那这个奖项我们邀请院长来我们颁发。非常谢谢。谢谢。好，再介绍我们2022年我们的新进员工，我们请员工起立。我们请2022年的新进员工，我们请起立。好，我们用掌声来欢迎他们。好，请坐。最后我们请陈牧师来为我们祝祷。好，我们一起，各位同工，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领受天父上帝的赐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请坐。请我们的新进员工到台上，我们跟院长室的同仁啊，我们的主管一起合照。请我们新进的员工到台前来。